平时对我凶巴巴的，没想到你这堂堂将军冷峻的外表下，竟然藏着如此热烈的一颗心呐、啊！还别说，挺有文采。我于登登也算是见过世面的人，刚才当着那么多人听见你的表白，竟然也差点招架不住。本来我是很生气的，气你食言，气你独自赴死。但是看在刚刚你对我表白的份上，我就大发慈悲，放你一马吧。等等，对不起，原想和你一起执手。哎，你还好啊，陆言，你竟然装睡，还抢我的发钗！你以为抢走了我的发钗，我就不记得了吗？哼，我刚好听到我最喜欢的那一句：“我陆某牙……”好了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睚眦必报，今生你请我为夫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